Hello， 大家好，今集咧又同大家嚟睇下靓表啦吓。咁啊喺我哋面前咧有两只啊极品嚟嘅，都系。咁首先睇下啦，宝玑拿不勒斯系列啦。咁佢个造型咧，咁啊坊间有好多人都话佢好似一个鹅蛋形啦。咁睇翻佢侧边嗰啲做工都非常之靓啦，咁有圈钻石啦。咁再睇下係做翻一個透底啦，咁又係一個全自動機械錶啦。咁啊錶殼就係18K 白金啦，咁啊亦都係會有一個珍珠貝母面啦，非常之華麗啊，亦都係寶玑其中嘅一個代表作啦。即係一見到拿不勒斯係呢個系列就諗起寶玑，而且個錶扣咧亦都有雙石嘅喎。咁啊，錶扣係一個接扣啦，咁同埋都係採用18K 白金製造嘅，亦都係相當之有誠意啦。咁再嚟睇啊，咁啊同款呢隻咧就係18K 玫瑰金嘅材質，就係錶殼嘅一個材質啦。咁其實嗰個配置上面基本上同白金都係一樣嘅，只不過係佢嗰個錶殼材質嗰個區別啫。咁再睇下啦，咁其實相對嚟講都唔算係厚厚啦，咁做翻個透底機芯啦，都係做翻個全自動嘅。咁啊，其實以前即係由之前好幾年前啦，咁一啲都係有實力嘅女性啦，都係會選購呢個拿不勒斯嘅系列啦，因為第一冇咁容易同人撞啦，第二咁啊寶玑大家都知啦，鐘錶之父，咁啊亦都係。鐘錶業界一個非常之令人敬佩嘅一個製錶大師啦，係啦，咁啊睇埋個錶扣都係玫瑰金啦，都有雙石嘅，係啦，咁所以寶玑真係一個係非常之即係如果大家真係玩錶嘅話咧，都真係值得去留意啦，值得留意一個牌子啦。即係雖然即係好多牌子咧專注做錶做機芯嘅牌子咧，佢女裝錶可能會比較忽視，但係寶玑咧就都好有誠意咯，係啊，出咗呢一個拿不勒斯系列，係啊，咁啊都相當之靚啦，係啊，咁啊大家都不妨喺下邊留言話我聽你哋嘅睇法啦，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